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光临绝版赏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武汉的蒋其武先生。蒋先生您好。你好。蒋先生呢是艺坛主编，同时也是一位京剧研究专家。蒋先生，您从前也是一位京剧演员。学过戏。而且是唱花脸的。对对对。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是跟这个花脸这个行当有关的。是是是。我们想请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裘桂仙、裘盛戎父子以及这个金少山他们演出锁五龙这出戏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个剧呢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斩雄性。那么像有一些地方剧种像汉剧啊，就是叫斩雄性，这个当然就更准确一些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就是他们这几位艺术家呢也都演出过锁鲁武龙这出戏，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几位的这个艺术渊源？那么说到艺术渊源呢，我想是这样，有必要先谈一下这个锁鲁武龙他在这个京剧京行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虽然这个戏呢篇幅不是很大，也就是20多分钟，但是他很吃重，所以呢很多好角都演这个戏，是这个花脸行的一个经典剧目。经典剧目，包括这个学演这个花脸行当的学员，启蒙打基础也是这出戏，所以可见的这出戏在这个京剧铜锤花脸当中的一种地位，是吧？至于这个裘和金他们之间的艺术上的一种渊源关系呢，我想，应该说是发端于这个京剧进行的可以说祖师爷吧，何桂山那儿。何桂山那儿，那么金少山呢，当然是通过他的父亲金秀山。来这个追慕这个何桂山的，裘盛戎呢，因为他父亲裘桂仙就是何桂山的弟子，那么当然他从裘桂仙这个路数上来学习何桂山，那么当然也有些不同。那么，从金少山来说呢，因为他出生的比较早，他赶上了何桂山，所以他也曾经直接问意于何桂山，而且对何桂山有些东西他是倾慕的，反而不学他父亲。比方包括这个鼻音的处理的问题，那么这点我们下面还要讲到的。那么裘盛戎呢，虽然是跟他父亲学，但是呢他也不是居于家学，而是呢择善而从，包括跟金少山也学了不少东西。拿这个锁五龙这出戏来说，像这个前面的原版转快板这一段的话，那么金少山呢他是比较早就转快板了，那么裘桂仙是最后一句才转快板。那么从这个整个艺术的格局上来说，当然这个金少山这个就更合理一些，更合理。那么裘盛戎就学金少山了，没有拘泥学他父亲，这种选择是非常聪明。对对对对对，有他的艺术见解。
由这个金少山先生和裘盛戎先生他们共同都演出过这出戏，这两个艺术家给我们做一些具体的比较。好的。那么刚才我讲到了，说他们虽然共同渊源于这个何桂山，对。但是由于各自的这个情况、禀赋的条件、各自的艺术追求不同，它形成了不同的路数。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是应该强调指出的，就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路数，但从花脸行当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基本的这种本色的东西是一致的，那么就是花脸行当的那种阳刚之气，是啊，那种豪放的那种气度。啊，形成的那种壮美，那么这一点它还是一致的，所以不同呢，只是这个金少山呢，由于他的禀赋很好，他是把这种阳刚之气、这种豪放、这种壮美，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如果我们用孟子的一句话来说的话呢，就是"充实之谓美"，充实之充谓实美，之味美，那么金少山就是充实，是在充实基础上的大美、壮美，他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裘盛戎呢？因为他的天赋条件不如金少山了，他是走了另外一条路。那么他是在阳刚当中呢，所以这个阴柔，是吧？在壮美当中呢，所以这个秀美，讲究韵味，是吧？做了一种综合，所以呢，他的唱腔呢就别有韵致了。这也是个是基非本常有情况，魅力的很有哈，魅力。那么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吧，如果说金少山是西湖，那么我想这个裘盛戎就是瘦西湖，或者扬州的瘦西湖，对扬州瘦这西么来湖，比，或者不妨说呢，金少山更是我们湖北武汉的东湖，是吧？那样一种壮阔，那样一种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一览无余，一望无际，是一个大字，是吧？那么裘盛戎呢，是瘦西湖吗？是瘦，它是有曲折，是吧？有回环。应该说是曲径奇妙，余味无穷。我想这样的比方的话，应该是能说明他们俩的艺术风格。下面呢，我们是不是根据我们听到的这张唱片，具体谈一谈两位艺术家在这个演唱上啊，和他的这些运用技巧上啊，有什么区别？那么说到这一点，我想的话呢，首先要谈的是两个人的禀赋不同。刚才这点我谈对，到他的了，天赋条件就是并不能代表他，就应该说演唱上体现他们各自的风格。对。
那么由于金少山他的嗓子啊，是公认的，是不是啊？可以说至少是空前的吧。那么他是一种十大声红，这样一种唱法，实追求的是一种十实，大声红是实吧？大声红，嗓子特别的棒，裘文荣当然就跟他不能比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就是花脸的鼻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花脸是讲究鼻音鼻的，腔共鸣，哎，那么鼻音，刚才也谈到这一点了，鼻腔共鸣的问题。那么鼻音究竟怎么去认识它？我觉得不能笼统的来看这个问题，还是要细加分别。那么在我看来呢，花脸的鼻音呢，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那么狭义的鼻音呢，主要就是一种单纯的鼻音，它是特殊的一些字音字韵所形成的。比方 n 的韵母啊，ng 的韵母啊，ong 的韵母啊这一类的，你比方像这个，举个例子吧，像这种，这个《空城计》里边啊，人两个，人两个，这种单纯的鼻音，它是个局部的，不是整体的，是个别的，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鼻音，那就是刚才你说的鼻腔共鸣。那么这种鼻音是跟这个花脸的阔口唐音呢，也就是它的胸腔共鸣和这个口腔共鸣结合起来运用，是吧？这也是一个那花么两行必须必备的一个必备的，必备那的，么它是贯穿始终的，这个鼻是贯穿始终的，而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徐慕云呢，徐先生跟我讲过，他说这个何桂山是反对用鼻音的，为什么？哎，他就是说我是用嗓子唱戏，我不用鼻子唱戏。那么金秀山呢，恰恰跟他相反，喜欢用鼻音。那么这个鼻音，我的理解就是那个单纯的狭义的鼻音。他就比方人两个，他不唱人两个或人两个，这么处理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单纯的鼻音。如果说何桂山反对鼻音是弹的那个，说的是那种鼻腔共鸣的鼻音的话，那么这个花脸的基本的这样一种发音方法就不存在了，跟老生就没有什他么就没区有别区了，别了，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应该把它分辨清楚的。为什么呢？这个当中涉及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单纯鼻音上是用的多还是用的少，在这个广义的鼻音上是用的重还是用的轻。那么恰恰是在这两点上，金少山和裘文荣是有区别的。哎，那么金少山从他来说的话呢，在单纯鼻音上，他倒是追慕了这个何桂山。哎，就是当然也没有完全像他那不用，是用的比较少。不像他父亲那么样喜欢用这样一个，这种单纯鼻音，是吧？这是一点。那么在鼻腔共鸣方面呢，总的来说，它还是阔口唐音，主要是胸腔共鸣加上口腔共鸣，配合鼻腔共鸣，它是这么个路子。不是以鼻腔共鸣为主的，对，不是，因为他的嗓子好，用对不着在他，鼻腔上做文章，是吧？当代，待见门中，歇后待，太阳的圆桥怎有？
那么裘盛戎不同，裘盛戎因为他的饮食条件差了，是不是啊？他的这个阔口糖瘿没有办法跟这个金帐汗抗衡，所以他另走一宫，另辟蹊径。那么他在鼻音这一点上的，一个是单纯鼻音，他用的比这个金帐汗多。那么更为突出的是，他强化这个广义的鼻腔共鸣这一点，强化它，是不是啊？把它大大的突出。我觉得裘盛戎的风格的形成，这是他一个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个前提，是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是跟金少山是不同的。而且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裘盛戎是因为嗓子不行，靠鼻子帮忙。哎，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很通俗，但是还有道理的，有道理有吗？道理。你也这么认为我也这么认为。而且我觉得裘盛戎呢，还不仅仅是用鼻子帮忙，他还用脑子帮忙。脑后音。对，脑子帮忙什么意思？就是他通过这种鼻腔共鸣呢，最后达到了脑腔共鸣了，发展了脑腔共鸣。那么我们都知道裘盛戎的他的丽音特别好，丽音特别好。那么这一点是他区别于金少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什么丽音好呢？它就是在这个脑腔共鸣和这鼻腔共鸣的混用上，抓住了这一个精髓，使他的这个艺术，使他的这一种丽音达到一种非常圆混的一种具有一种很高的境界的这么一种艺术效果。咱们比方举个例子吧，从锁骨龙来说是吧？像那个不由得豪杰笑开怀，不由得豪杰笑开怀。那么金兆山的处理呢，和裘盛戎处理大致上是一致的，在豪杰和笑都有高音儿，是吧？那么当然金兆山也有点不同，比方他的豪杰呢，他是在节子上把它拔高了，不由得豪杰，你拉锁是豪杰。然后是笑开怀，笑开怀。裘盛戎呢，是从豪字就开始把起了，是吧？不由得豪杰，然后再是笑开怀。那么金少山呢，他的这种唱法还是阔口糖音，
还是各路他。那他唱出来好像是平地一声炸雷，嗯嗯嗯，不需要那么高吧，非常直接的，哎，非常直接的就出来了。裘尔荣他不行，他所以他要从丽音这个角度来找，他是还是在脑腔共鸣和鼻腔共鸣上做文章。他也是在扬长避短，扬长避短，他的丽音非常好，对，他要突出他的这个长处。包括后面那个快板的奴才呀，奴才，这个奴才两个字，金少山和这个裘尔荣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的风格不同。那么我的总的认为就是金少山他的这个艺术风格从总体上来讲，他是一种这种特别的雄壮啊，特别的开阔，嗯，是不是啊？所以他的东西呢可以说元气淋漓啊，一泻千里啊，顺流而下。那么裘尔荣呢，他有曲折有迂回，是不是啊？特别是这个脑腔和这个鼻腔共鸣的运用，使得他的整个这个声音呢非常的厚实，挂味儿，嗯，醇厚。那蒋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风格的这个不仅仅局限于在他的这个天赋和他这个技巧上的一些差异，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艺术观念的这个不同的认可，不同的认识。那我想他们两位有什么在这方面有什么区别？这个由于他们这个禀赋上的不同呢，在艺术上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反过头来说，这种艺术追求呢又体现在他的一些具体处理当中，是吧？你比方说像金少山呢，因为我刚才讲他是十大生红，所以他的这个艺术上的一些处理，他是强调一个实字，实实，嗯。那么裘尔荣没办法跟他抗衡啊，你实不过他，就是在巧子上做文章啊。所以这两个字，我觉得可以基本上概括他们的一些艺术上的处理，一个实，一个是巧，巧，哎。那么金少山呢，因为他这一种阔口唐音，没遮没挡，是不是啊？他不需要过多的去装饰他，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吧？他的天赋条件实在太好了，出自天然，嗯，是吧？不是雕琢，他是这么装。裘尔荣不同，所以他只能在巧子上做文章。那么巧呢，主要我觉得他是在强调一些对比的因素，包括旋律的丰富，在这上做文章。你比方说像这个索尔龙，是吧？单人独骑，我把唐寅踹，那么一句呢？那么金少山是这么唱，单人独骑，我把唐寅踹啊，我把唐寅踹，就是说大大方方，甚至直腔直调啊，就那么处理了。那么裘尔荣呢，他在这个添字加旋律，是吧？他是这么唱：牡丹人，独一骑来，我把唐寅踹。牡丹人，独一骑来，我把唐寅踹。哎，透着巧劲儿，嗯。如果说金少山唱的朴质的话呢，那么裘尔荣多少就有点花哨了。嗯，那当然也有人对这个提出批评，说这么唱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嗯，是吧？我倒是觉得呢，裘尔荣这个处理还是符合这个单雄信当时的这种情绪的。因为当单人独骑，我把唐寅踹，在单雄信来说是个得意之举，得意之作，是引以为得意的事情，所以他这么处理，我觉得还是符合这个人物啊。这个血成海这一句吧，那么。他在这个电字以后，那么金少山的处理就是落在电字上的，那么裘尔荣不同，他把他又拽回来，还是落在这个海字上的，怀来折，是吧？归韵。金少山是这个心成海呀，落在鹅上头，是吧？那裘尔荣他不那么唱。心成海呀，还是归到海字。我觉得这个处理是应该说是很巧妙的，也非常讲究了，非常讲究的。当然说裘尔荣巧，我觉得他只是相对金少山而言，不是说否定了裘尔荣他本质上的花脸的那种特色那种基调。我想这一点是不应该引起一种误解的。